第三十题，若外力对弹簧施力，会将弓转换储存起来，则右图中甲乙丙三者，何者具有弹力未能？我们知道，弹力未能是因为形变来的，有形变就有弹力未能。甲是伸长，丙是缩短，所以它们都有形变，因此都有弹力未能。而乙维持原状就没有形变，没有弹力未能，所以甲丙有形变，有弹力未能。三十题问我们说，右图中甲乙丙三者何者具有弹力未能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甲丙。